嘉义县近年来，伫县长翁章梁的率领，调向龙岗大关迈进。除了大埔美马朝安工业区的设置之外，去年成功争取到嘉义科学园区设立。对此，县议员陈文中指出，新港台糖265公顷的土地，应该规划为全国首座台湾农机古迹农产品加工智慧园区，以符合龙岗大关的整体规划。对此，伫议会内成立专案小组，以督促办理进度。该县近年来除了设置大埔美马朝后工业园区之外，日前已经顺利争取到中埔公馆、水上南靖、民雄航太以及嘉义科技等工业园区，那是再加上原本民雄、头桥、嘉泰、埔主、基德等小型的工业区，嘉义县的工业发展指日可待。但是农渔业的发展有待积极争取设置专门工业区。对此，议员陈文中再度提案成立台湾农技局以及农产加工智慧园区，十号议会临时会当中，下底大会通过提案。我希望讲即块咧种甘蔗，伊个效益已经无很好，咱去年办即个讲台湾农业机械展，你看，干那三工，虽然经费毋是咱县政府来开，毋过即个讲看到迄、那个遐尼济个一寡人来咧参观，伊个效益确实真大，尤其咱。即、这个讲农场伫咱台湾的即个讲重要的农地顶边吼，就是咱的云嘉南吼，咱的即个讲嘉南平原顶边吼，希望讲用接触这来做咱的台湾农业机械暨农产加工的一个智慧园区啦吼。新港的话是应该走向农产品加工业，而且第二个点，新港的农产品。算作细线啊，伊个农产品加工算作细线，若是会当吼，把伊集中起来，吼安尼，第一点会当上加工，吼咱要管制伊个放流水，再来伊个迄个农业废弃物嘛会较好控制，吼、所以伫这个部分，再是想要伫遮会当希望会当提出讲吼，伫这个在农地顶管吼，是不是会当？他们中指出，争取设立农机局以及农产品加工智慧园区，才会当达到农业六级产业化以及农业生产结合二级加工加三级产品行销，创造农业附加价值和农民的收益增加。农产产业升级形成更高的附加价值产品，同时也会当改善邻近农业乡镇人口老化以及增进就业机会等等问题。新闻中来是嘉义县采访报道。